谢谢家人们，我也不会说什么。我那个蔡刚老师已经介绍我的历史了，我也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。我谢谢那个魏老师，谢谢长生学，因为啥呢？我那个眼睛吧，心脏、眼睛、一切肾都不好，因为一小就在孤儿院里受些个事，就不用说了。我那个，所以说浑身都是病。后来我到了百合老师那嘎达的，关心我、照顾我，给我买衣服，各个方面。我觉得我很孤独，心里冰凉冰凉，总是怨别人。啊，你们都有敬老院，都有儿女来接了，我咋就没有呢？我有点恨，恨得要命。就是这样的时候，我的那个还有一个再婚是一个，我是继母，对那几个孩子都挺好，可是死了老头呢，就把我撵出来了，我又没有家了。所以我就对这个孩子，这个男孩子又恨，我的腿疼，左腿疼。所以人说你是恨之入骨，就是在调整站时候，有些老师调整老师告诉我说，你这心放下，放下就不要有仇恨，你就好了。我就听了这些老师的话，我就不恨了，这条腿哎和什么能走路了也好了。后来我这眼睛吧，就是飞蚊症，一堆一堆的飞蚊症，还黄斑变性，到了医院里头。他是军队医院，完他说你得要那个4万块钱，给你打4针就好了。我说这是天文的数，我上哪整4万去啊？我说我没有，跟民政局说，民政局也说太贵了，不行。我这眼睛就那么一直的就这样难受，一直通过来到这里，我还有类风湿。我一天晚上，前天吧，哎呀，这浑身呐、这家是冒凉风的，往外刺挠我，哎呀，给我挠一宿。我这风太大了，后来我这眼睛现在吧，就是当间那个圈黑的没有了，就剩下一点点湿闹闹的那个浅浅的了。这就是我受益了。我以前吧，我不怎么相信，因为啥？他要4万块钱的一针，医院都治不了我，这能治吗？我心里有这种想法。现在呢，我相信了。我说，哎呀，这眼睛咋这么亮堂啊？好啊，真好。我呢非常的感激这个魏老师，还感激这个长生学，非常非常的感激，感激所有那些个对我关爱的人，感恩你们，非常非常感恩你们。好，那个黄妈妈刚开始调整的时候呢，她的眼睛看你人整个这个头啊是一个影像，分不出来眼睛、鼻子、嘴。那后期呢，经过我们调整站曲波老师那边啊，给他认真的调理，大概是接近一个月左右，哎，突然间有一天，他说那个黑点怎么没了，大大的黑块没了，一下子看到老师的鼻子、眼睛和嘴了，啊，就是一大群蚊子，就剩一个到两个了，都飞跑了。还有我到那个去那个调整站的。有那天是礼拜天，我忘了，我也没听说休息，结果都休息。我一看那个王老师，叫王什么我不知道，反正那个王老师给我自己彻底的给我那个从上到下给我调理一遍，我非常感恩他。那曲波站长，那个还供我们饭吃，说你也是个孤寡老太太，上哪吃饭？在这吃饭，叫我们吃饭。我说这该好哎，还给看病，还给我们吃饭。这还真好，太好了，我这心里兴奋。还有一个杨老师，挺胖的，还挺漂亮的，一个漂亮。完了那个，他说你呀，你这心呐，拔凉拔凉的，你这心的恨呐太多了，你得放下呀，你不能总恨，你得考虑自己。完我心的话，你还说我这本来就冤的很，不说我还想哭呢，你还说我，我心里。后来他一说，最后我一考虑，确实自己不对，应该检查自己，不能总怨人家，可能自己前一世没做什么好事，所以眼睛就这样。所以觉得我还是得检查我自己。后来我就放下了，也不恨那个孩子了，也任何人也不恨了，我都觉得大家都是菩萨，就我是凡人了。所以说，我非常感谢，感谢，非常非常感谢。大恩不言谢，我不会说什么，在心里头我感谢，我把我的力量去给别人，去给他们调病。别看我岁数大，我也奉献爱心。好，我现在摸黄毛这凉不凉了？
不凉的，有温度的。黄妈妈是我们家庭里边一个资格最老的，最早加入我们这个模拟家庭的。那这次呢，本来是没有她名额的，因为她年龄大，身体还不好，我们刚刚帮她调整过来。那黄妈妈一再申请三次，她说我也想去学习，我也想用这双双手和你们一道去帮助别人。所以最后呢，特批让黄妈妈才来学习，她抱着一颗感恩心来学习的。预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，预祝所有的那个昌盛那个学的老师，魏老师和那所有的老师，还有那个调整站的，感恩你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，谢谢。好，好。